值在，一会儿帮我搞发信息，这个就归你。嗯，好的。我离异带个娃，你不介意吧？你一个二手货也配合我一个月薪10万的人相亲，还带个拖油瓶，倒贴也没人要。对，我没人要，我真该死。哎呦，我谁说你没人要？老板，我有房有车有公司，两个孩子没问题。越是窝囊的男人，越在意女生的条件。老板，我就是看不惯我的员工被欺负，想不到你平时嘻嘻哈哈的，居然是个单亲妈妈。你一个人带孩子一定很辛苦。这样，我不扣工资，给你加两个没？不得不说，女本柔弱，我也无自抗啊！哎呀，哎呀妈呀，上班要迟到了。哦，信号赶上了。谁说你赶上了？离我画的线还差0.01公分，罚款200。我没事吧？老板，谁说咱公司迟到扣钱了？以后咱公司不计考勤。江仁杰，以后上班慢慢来，注意安全。记着，还有个孩子在家等你。江十七都有孩子了，还勾引总裁？哥，喂，我跟你嫂子去约会，接一下你侄子。你是不是孩子的爸？我上班呢，接不了，我请事假扣钱。原来是前夫这么不靠谱。给你转2000块钱，我这就去，非常愿意伺候。主管，我的工作已经做完了，我想请个事假去接孩子。不批，请事假提前3天。我这是江十七的假我批了。这会儿总不好打车，我送你。走。就会拿孩子卖惨，给我等着！你怎么搞成这样啊？那个老板，我还得洗这小泥猴，那个我就不留您吃饭了啊！哎，上一天班肯定累了，我帮你洗吧。啊？哎，他不能用这个成人洗发水，不然宝宝的头皮会受到刺激，红肿发痒。他得用这个贝德美儿童洗护套装。这个洗发水里面有德国蓝柑橘，从根源舒缓头皮，11种氨基酸温和清洁，不伤头皮。洗完再用这个护发素，双重角蛋白，从发芯源头修护发丝损伤，头发养好了，一点也不炸毛。哎，真好闻。哎，碰到眼睛也不刺激。贝德美儿童洗发水 pH 值偏弱酸性，入眼当然不伤眼睛了。来，我给你擦一下。你洗的挺好的，将来一定会是个好爸爸，就交给你了。你先别高兴太早，这才是我爸呢。这不是十七前夫吗？只顾自己快乐，不管孩子。哎，怎么开车的？妹子，最近带娃辛苦，走，哥请你吃饭。你还好意思说呢？你跟嫂子一天到晚的二人世界，把孩子扔给我，你还知道你是孩子他爹呀？谁叫你是我唯一的亲人呢？江十七，吃着碗里的，看着锅里呀。老板，我看到江十七和他前夫在一块搂搂抱抱的，他一直都在利用您的同情。什么？哼哼，有好戏看了。有别的女人还来找十七，以后离十七和孩子远一点。不是，我是他爸，你谁啊？我是他后爸。哎，总裁，江十七单亲还带个孩子，您可不能要他呀。我早就喜欢十七，和他有没有孩子没关系。十七，你愿意和我一起养孩子吗？那什么，我是没问题，但我估计我哥不能答应。你哥？